展现亲和力，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市府团队发红包，要让市民朋友沾喜气。市长有红包啊，哎呀，我就要过，必须得要过来领啊。我去年的时候就过来领了、啊，沾喜气啊。对，拿到市长的红包，可以让我这个一整年过个好年。拉近跟市民之间的距离，红包上这题字“新年快乐”，红包拿来很有韩国瑜风格。而为了领市长红包，这人龙可是足足排了有300公尺长，甚至有人凌晨一点就来排队，人气似乎依旧强强棍。不过眼前难关可不止市政，要重拾民心，还要能挺过接下来的罢韩风暴。不过这一个罢免本身是人民的权利，原则上我们就面。对，那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，包括预算怎么样来应用，我想市府一定会依法办理。李四川强调，罢免行动市府尊重，将依规定办理。但面对这罢韩的敏感话题，韩国瑜嘴巴不说，反而要用身体力行，公开展现决心。欢迎新闻林威凯、李佳瑜高雄报道。